大家好，我是兰兰，还是啊，好东西呢分享给好的朋友。今天晚上12点钟啊，这个菊粉的活动就结束了。这个菊粉呢，我就跟那些还不清楚的啊，再简单的讲一下。它呢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，它的成分呢，配料表显示啊，菊粉添加量呢是99.9%，其余的呢就是维生素 C。那么100克菊粉里边呢，就含有93.3%的膳食纤维，150毫升的温开水搅拌均匀即可饮用，它的保质期呢是2年24个月，这一桶呢是300克，一天你要喝3勺的话呢，就是喝1个月差不多啊，那3桶呢就3个月，因为它的活动呢一年呢也没有那么几次，今天晚上12点活动就结束，明天开始就价格还恢复原价了啊，一桶是64.9块，还是119.9块3桶。和一桶不到40块钱，它呢就是这样白色的粉末啊，里面菊粉呢一般它都储存在这个水果蔬菜里面，比如说像韭菜呀、大蒜呀、洋葱啊，什么样的人适合喝呢？就是比如说久坐不起，爱吃麻辣烫的啊，年轻人，或者说早上起来有口气的，排便不顺畅的，那您身边呢就要常备这款菊粉了。那以前我都讲过啊，您可以看我以前的视频。那今天呢主要就是告诉大家哈这个消息。好，我把它呢挂在我的橱窗里面，还有呢视频下方有链接，或者不明白的呢可以来问我。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请点赞关注哦。